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交通消息直击报道。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。系啦，我哋嘅交通消息啊，翻嚟啦！时间嚟到下昼嘅5:33啊，呢分钟系有话通，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。咁啊，首先睇睇港岛区先啦，咁啊，港岛告示打到过咧，现时龙尾就去到呢个红十字会。另外，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，排翻到怡东酒店噶。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，两边车多，管道口已经啊实施紧间封啦吓。系啊，年尾流流啊，特别多车噶吓。咁啊，西区方面啊，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，交易广场噶。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差唔到桥面，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，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，去到骏发花园，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啦，龙尾康庄道桥底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噶，新界区其实隧道暂时未有特别报告嘅，唉，讲到什么相片分享软件出卖用户资料，唉，真系咪话唔惊啊？你知啦，以前啊免费，转眼间要收费，咁都算鬼数啦。最惨啊！嗰啲个人资料嘛，诶，嗰啲咩借钱电话啦，唔好话主持人啦，啊，小弟一日都收十个八个悭地噶啦，啊，通常咧我就点样回应佢哋咧？啊，先生有冇需要借钱啊？啊，还卡数啦，唔方便啊，转头打俾你好唔好啊？我就即刻会话唔使啦，我以前喺 DBC 度做嘅，而家失业，哇，佢哋好快收线噶，好啦好啦，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，保持警觉，安全驾驶啊！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，活现在眼前。